西安石湖县草堂镇开发区这块啊，大家看哈啊，城管在人车里弄吊饭啊，城管在人车吊饭啊，来周围的也可以拍视频啊。来来，照一下。那不然你把这发抖音上，咱是看上的料热门啊。啊，来，看来没？来，你不害怕，咱就把这都发抖音上。啊，咱就看看啊，西安石湖县草堂镇西高新的城管啊，西高新城管证要有城管车牌子，看哈啊。来，大家跟我学哈，俺这到底犯的啥法了啊？啊，大家给我学犯的啥法了？大家学俺犯的啥法？俺这车在这停的五分钟都不到。他城管在学俺这车违法停车也用不着他管，你违法停车，你叫他，哎，叫他是害怕什么？你叫他是，我就走把这发抖音里，你不管不管，我随便不着他，你妈你不管，你叫他搂你害怕什么？你是个执法的，你做啥？趁着一把动手，你给撇弄，给撇弄，给撇弄。哎，我就想问哈，看大家有这权利没？啊，有这权利在车里拿东西的吗？啊，你看看这西高新城管，西高新城管违法占道，伢又交警管。违法占道经营。违法占道经营，我经营啥嘞？你经营没饭嘞？你经营啥嘞？我经营没饭嘞。哎，大家要学哈，别的人订饭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我在这停那都是一两分钟啊。你把伞拿，你把伞一撂起。我录视频还把伞，我就随便就发，这发到抖音上了啊。西安石湖县草堂镇开西高新的城管啊。西高新的城管在人车里扭吊东西，哎，谁跟我学哈？看城管有这权利没啊？看来了没？这些城管啊，你都跟我学哈，有这权利没？来看哈，看看西高新城管车的牌子啊，看来了没有？看来没？大家看好啊！来，大家看好啊！看俺这车，俺这车有行车记录仪啊，在这俺停的二分钟都不到，停的二分钟都不到。哎，大家给我评论下理啊，我完了把这发到抖音上啊，就是的，我这发抖音上，大家要看哈，大家给我评论下理啊，你看来了吗？看我车双闪横着吗？你看俺停了吗？我人都在车上坐着呢，我人在车上坐着，你要把门自己开取东西啊，你要把门自己开，在车里取东西。哎，我就想问一下大众啊，问一下大众民众，看城管有这权利吗？俺这车停了二十分钟不到。不管俺就是偷你饭，跟你的车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你的车现在。啊，对的，哎，俺门子卖的啊，我连门子都没开，城管把我车门子拉开，把饭吃了啊。我都是提前订的饭，我提前订的饭，我在这来送个外卖啊，大家要看哈。我卖了。我卖了，哎，我就想说，你城管这执法也有个条条规规，有个哈数，有个当当。你别管，是个年龄的，你上一你不上我以前自认脏话，你别管先，你别管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人家谁杀人放火，国家也有个条条，有个规规，看这人是犯的哪条法啊？犯的哪条法？我想问下城管，俺这犯啥法了？我就开个车，我送个外卖，我车门子都没开，你把我车门子拉开取东西，不要我送外卖？国家有这条规定吗？你不让我送外卖，国家有这条规定吗？啊？国家有这条规定吗？你也学，你也学，看经常收的俺几十份饭啊，你还看俺这老百姓可怜不可怜？别的我们上不提前订好的饭啊。户县，西安户县，你啥？啊，送到里边去。你给帮俺打个招呼，我都送里边去。俺给俺打弄啥招呼？哎，那你也别说，你想叫别的我们别出来，你去给俺别的。厂里雪茄把门分了就俺包水，那你也把雪茄俺送哪的？看着我就把这发到抖音里，看你这城管啊，好长时间都没有那反面的消息的，我就把这发抖音里，咱都看个字啊。管理朋亲亲朋友，别的上班的有我这微信的有抖音的朋友的啊，给大家都转发个字。城管我就连门子都没开，城管顶在我车吊了几十份饭。